有时候爱情中会出现很多的惊喜，当爱情来到你的身边时，也会对生活有更多的期待，盼望属于自己的生活能够越来越甜蜜，越来越幸福。其实爱情很多时候都会靠缘分，爱情的相逢也都是注定的爱情。虽然现在你没有遇到爱情，但是爱情终究会来到你身边。来盘点下2018下半年爱情良缘成功相聚，爱情以来的猝不及防的星座，白羊座。白羊座的人在2018年可以说是好运多多，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有贵人的帮助，同时因为有了贵人的帮助，自己的生活也能够越来越好。在2018下半年，白羊座也会和自己的爱情良缘成功相遇，爱情的到来也是猝不及防的。天蝎座，天蝎座的人在近期身边的好运也会不断高升，同时自己身边的异性缘也会越来越高涨。当爱情随着缘分出现的时候，内心的期待也会让你的生活更加美好。在今后的生活中，很多好运都会来到身边，爱情的到来也是猝不及防的，未来的生活更加幸福。双子座，双子座的人在2018下半年身边的惊喜都会出现，同时自己的爱情缘分也会出现在身边。既然身边会出现爱情，那么双子座也要好好珍惜，最美好的爱情就在瞬间，未来的生活也会因为缘分的出现而变得更好。爱情的降临也让你猝不及防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